在呢，整个呼和浩特市依然是被这种漫漫的黄沙所笼盖住，整个的城市就是当地。就觉得是世界末日嘛，然后就觉得这天是实在出不去了。有一点科幻片的感觉，有一点科幻电影的感觉。今天的感觉就是天气不是很好啊，然后但是新闻上面说下午应该会有好转。大自然嘛，就是人类在大自然面前都是很渺小的，所以说我们在怎么说呢，就是尽量要保护环境嘛。全是国贸的状态，然后说出门吃土什么的，出门，然后我们同事有抽烟的，说回来以后嗓子难受。